真的假的？就一直、啊？这真是尝尝味儿啊！就上一只啊？每个人一只嘛。好，每个人一只啊。很棒。心态不搞崩了吗？很好。不，咱们说的很清楚，我们是要尝一尝。啊、有没有特别小份的？完了，我们可以尝一尝。可以。就是各种口味，我们都尝一尝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可以。那这样吧，我没钱。你安排，我安排，就各种口味，每样来一点，来一点。不是，有没有特别小份的？完了，我们可以尝一尝。可以。每样来一点，来一点。量不用多，咱们尝尝，宣传宣传就行。点到为止吧，点到为止。如果是这样吃的话，不足以让我辟谷，关不上，有点亏了。这你到上山之前或者下山之前，总得搞一顿大的吧？讨厌，确实是有点少了，有点太少了。这个吃完。让人对人间还是有点留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不行，钱江不是这样。钱江为什么桌子那么大？刚才这应该只是彼此的一个试探吧。嗯，跟他聊聊，这样不行。真的一人一只吗？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？我这壳都快吃完了，这这真当螃蟹吃了哈？对呀、啊，壳都缩干净了。哎呀，吃的不错！哎，陈婶来，我以为这是前菜。陈婶，我们再表演一下吃的不错的感觉，来。就这个量越少是越是高雅，极简嘛。来吧，不错，浩哥，吃的不错，吃的不错。嗯，我就想好好的辟谷，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好好的辟谷？你这个也快接近辟谷了，这个量。哎呀。你好，来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那个，我们需要拿一个团餐。哦。他们那个当地的叫这个撒丢。哈哈哈！哎，撒丢？不对啊。撒丢。锁丢，哎，就是锁丢嘛，锁丢，就是秭归最硬的菜，最硬的菜，对对对，锁丢，它普通话怎么发音呢？就是锁丢，普通话叫锁丢。我们方言的话就是说，当时是因为这个船夫啊，在江边就是说自己下酒的时候，把这个石头，哎，就是石头。然后就放在锅里炒一下，炒完了然后放在嘴里嗦一下，然后丢掉，就是嗦丢。哦，丢了，嗦了就丢掉了，嗦丢啊，这挺好的。我觉得咱们这个组合叫嗦丢组合，可以。真的，我们就被别人吃了，然后被人扔下来了。我们就吃掉，被人扔掉了。好，我们就嗦丢，谢谢。嗦丢，那就一堆石头是吧？对对对，有味道的石头，有味道的石头，对，非常有味道，一定要尝一下。哎，好的。拜拜，好，慢点慢点慢点。最硬的菜，我带给我们的啊团餐去。三镇民生甜食馆，这儿是进来。你好，几点钟开呀？六点啊？够吗？哇，还有一个小时呢。这诊就已经排上了。你是来排队的吗？对的。对的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豆皮儿。
能把第一份豆皮让给我吗？我们也爱吃豆皮。起那么早，排那么早队，我想吃一口就回去睡觉去了。不是六点钟才开门呢，你站在这儿没有用。没办法，我要吃一口早上睡觉去。吃一口睡觉去。我们连觉都不吃，哦，不是觉都不吃，我们连觉都不睡觉来吃。我们连吃都不叫了。哎，我们在哪儿？那个换码呢？那儿吧。这个是你换的吗？对呀，现在排队买。什么？现在就已经开始卖了吗？但是什么样呢？你没看到，你还排队呢，我要吃呀。戒备心这么重，肯定是节目组派来的。就是，把咱们抢来了。哥，哥，你知道，他们已经有一天一夜都没有睡觉了。吃一款，不急嘛，你买第一份，你买第二份。K O。但是他们如果买到，他们如果他们买不到第一份的话，他们就又没有觉睡，然后后面还要继续打。不要吃第一回。K O。你要吃第一口，这样我们把第一份拿到之后，我们俩不吃，那你先吃第一口，好吧？行不行？这怎么能行 ？K O。这是不是节目组给你的？这一个多少钱？钱不钱的事情，我要这个回去休息。不是你买这个多少钱？啊、你买这个多少钱？买这个12块钱。那上面写的8块豆皮一个。那上面写的8块豆皮一个。加两个鸡蛋。哥，你是不是有20块钱？不是，我看他说加两个鸡蛋准不准？鸡蛋在哪儿呢？蛋饺煎蛋加2个鸡蛋，啊，茶叶蛋2块，还真是。咋整？这是一个，就有一个五芳斋是199米。我看看有没有豆皮。张婆特色早点300米。没有那个鸡冠饺。也没有。嗯。洲际早点443米。哎，那个卖票的人到了。那我们只能买第二份啊。但是我可以把机关脚买了呀，完成了一个任务了。嗯，那也是。去看一眼那个机关脚。哎，怎么又出来了？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开始卖那个筹码了吗？不是那个什么？没有，6点。六点开始卖是吧？是的，我们现在还没做呢。哎，这附近的话，我也想吃这个鸡冠饺和。鸡冠饺我们也是6点，不是我们6点营业。不是豆皮儿跟鸡冠饺周围，对，不是周围别的还有别的店面吗？没有，现在应该没有。豆皮儿，我们这就是最大的店，那小店肯定不是那个事。啊，小店可能。